差那么多。你差的才多吧？左右边头发完全不一样。对呀。对，其实今天这头发就是一个反差。对，反差真的很大，给大家看一下嘛。你可以你看这边，拜托，就会觉得是一个很帅的女生。然后到这边就是一个很浪漫，对，很浪漫，然后很正的妹这样子，很正的人妻吧？哎，对对对，人妻人妻。所以我们常常从第一眼外表就会给大家很多不一样的印象，对不对？是啊，对不对？人家都觉得说，哎，我跟纳豆，对不对？一个高，一个矮。虽然其实我不高啦，但是他因为真的很矮，所以我变高了。对，哎，我刚才站到这边，我才发现这件事情。我以为你大概185哎，这样好面多了。我在家里看电视，觉得说，哎，阿 Ken 好高哦，完全是因为他矮的关系。对，就是一个对比性的感觉。所以真的，今天人不可貌相。我们今天要来好好这个挖掘几位，好，好不好？那首先先要问了一下大家啦，大家觉得自己身上有哪一些反差的特质呢？嗯，我看 Cindy， 对，就是我在照片拍照的时候看起来是很文静、很成熟的人，而且我刚刚 Facebook 的大头贴，我就是加那个阿硕 FB， 然后他就说：“哎，你的大头贴好像徐若瑄哦。”谁？阿硕，这种谎话你说得出来？真的是说谎吗？我觉得很像，超级像。不会，我第一次看到他，我就觉得他真的是很秀气的脸呢。没有，其实不是这样。吓到他，吓到他。就是跆拳道的部分，就是我基本上虽然很瘦，可是我是跆拳道，就是红带黑头，就是很会踢。请出列，来，你来看一下，来，我也会跆拳道，请出列，最好是打一套吧。哎，你两个。我们那个跆拳道，他没有这样子。对啊，这是泰拳吧？好，来来，有这个叫滑步旋踢，滑步踢，好不好？好。用力，不要怕，就是要有力道出来，力道。来 ，Come on， 再黑头。谢谢。金娘是不是你会嘛？对不对？我也会。跆拳道是不是？对。PK 啊！来，跆拳道。注意了，豆哥确定够高，这看起来就有那个架势。不是，你规定了半天，你真正遇到敌人的时候可以教他这样，瞧半天。哎呦！球哎，那我也可以啊，对啊，那我也可以。没有，他有瞬间爆发力，对不对？哦，不错，来给金阳掌声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他也算是看不出来，他白白瘦瘦高高的男生。可是金阳，你写说你会魔术，你现在可以表演吗？又是魔术，没有魔术，大家已经看过。你上次那个，你敢拿出来写？对，魔术，大家都知道有多厉害。哎，我看到一个很可怕的，谁？长笛。有，是真的吗？不是，我是因为我是音乐系，还我是会长笛。你是音乐系的，我没有带长笛在化妆室。阿 Q， 你的新才艺哦，因为那个那么乖的外表下，我居然会打嗝讲话，你们想看吗？好，大家好。他一种很多哎，戏要够多的。他你为什么要练这个？是偶然间发现的还是故意？我是先发现我会自由的打嗝，就是自由打嗝。然后后来想说，哎，可以集气，然后来讲个话，循序渐进的。好，但是真正会吹长笛的 Juicy， 哎。很厉害，真的会，对，所以在卧虎藏龙大学生里面，真的有很多就是看起来实际上跟他们的样子是反差很大的，反差大的。我们今天来看一下，首先呢，第一组呢是我们的呼呼跟妮妮，一起欢迎他们两位。来，呼吸这边。来，一边。
呼你，你们把你们的这个字板拿出来，对不对？呼呼是哪一位？我。你为什么被人家说是粉嫩小公主呢？因为我每次买东西就都会买粉红色的。可以站出来我们看一下吗？我们可以看一下全身的。哎，好，鞋子不是啊。有粉红色的，只是没有擦。哦，好挑哎，粉嫩小公主。所以都会生活里面都很喜欢用一些很可爱的东西。你看她头发是绑那种两个很可爱的少女的感觉。嗯，对，真的可爱哦。但是另外一位就真的差蛮多的，冷艳型的。她平常你的朋友都会怎么形容你啊？就都会觉得我是大姐姐。对啊，就看外形啦。可是了解之后就知道，其实还好。其实还好，但看起来是真的，就是有一种成熟女人的韵味。对，真的真的哦，就像轮廓也是一样，就是个女阿 Ken 了。好，请问一下大家，大家觉得妮妮自己太好了啦，自我感觉太好。大家觉得妮妮比呼呼大几岁？大啊？对，高的这位，高的这位是小只的。高几岁？比呼呼大。就外表看起来的。哇 ，Ruby， 你写十岁啊？我觉得打扮就是那个成熟的历练感，应该有十年的经验。公布一下，两位究竟今年几岁呢？呼呼，二十三。23岁。三研究所的、啊，妮妮呢？21。真的假的？